电子防守战已经不稀奇，在我们的model手上拿
今年台湾经济美股为各位带来的光学好手证，三点零寸大屏幕，1400万画素，动态有声有影，摄影阶段都是要给各位最好精彩的肉接，让你去日本旅游的时候随心所欲，怎么拍怎么玩都在你的掌控之中。想要放在我的办公室，想要放在我的卧房，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用到天汉科技的 3D 哦， 3D 的数位相框，把所有的好照片，把所有的好精彩，通通放在我的卧房里面，跟所有来到我家或是来到我办公室的人做分享哦。这也是台湾 MIT 台湾的精品，台湾的骄傲，要给各位的都是来自于台湾自己 Made in Taiwan 最棒自己研发的成叫行销之王，全球的好在身上。好，如果呢，就像我看的《欲望城市》一样，白天是 OL， 晚上呢可能就 Sex Girl， 所以他们一定要有最好的商品。第一位 model 手上拿的就是 MIT 今年最好商品 Gigabyte Novel， 标榜的那一幕，标榜的精细度超高。手写真人是碰触，让各位可以辨真相。一起买这个 OL， 晚上的 Sexy， 无论你在纽约，无论你在日本，无论你在韩国，无论你在世界的角落，这些经历都会让你带着走。我要告诉大家，台湾女孩怕黑，所以呢，我可以自己带着我的联邦店天阳保湿霜，让各位怕黑的女孩配上它杨白皙。当然，在我们第一位 model 手上拿的这一台，就是今天最 hit， 大家都想抽中的阿斯姆斯变形。无线上网，我可以收发我的 email， 我可以上上我的 Facebook， 我可以用的台湾的精品告诉大家啊，是不是很稳定？如果今天我怕晒黑，没有关系，我也可以做到怎么样？联邦艳阳的保湿霜，让各位保湿，让各位哦玩水都非常非常的自在如意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部长，经济部部长来到我们的会场，掌声鼓励。好，再一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谢祥师部长来到我们的现场。希望我可以来到像法国这样，他的手
手上拿的是今年台湾人的骄傲，以前出门一定要带着大包小包，要带着很重的摄影机，要带着很重的照相机，但是微型摄影已经呈现今年的风潮了。再一次谢谢我们的水部长莅临我们的国际贸易馆，上网机，让我到法国的时候不会讲法语 OK 啦，不会讲英文也没有问题，中文输入 Touch Panel 都是今年的最新流行，可以把最新的世足赛事、最新的呜呼一手的消息，利用我的上网机直接上传 Facebook， 跟我的亲朋好友一起做分享，这也是台湾今年的 idea 哟。你看，以前呢，我可能还要找一个网咖。如果在法国，法国主语母语是法文，英文再好，人家不见得会理你。但是如果我具备了台湾的技术，我可以把最好的赛事，我可以把最棒的镜头直接利用像这样的上网机，让我的朋友都可以去做分。说到泰国，大家都可以想得到，在每年的4月初，4月1号到4月15号，从清迈开始一直到曼谷，都会流行的泼皮节。如果你不想花大钱，如果你不想特别坐一趟飞机到泰国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这两位 model 手上拿的是我们生态卫材最棒的卫浴设备，包含了在家里比较什么呢？比较泰国泼水节，让家里可以打造像泰国的泼水节一样的情景，让您家的卫浴做升级，可以让你拥有像这样的高档饭店的感受。以前连碰头都很大，对不对？注意看，第一位 model 手上戴的真的是台湾精品的连碰头，哎。台湾整个的居家环境都可以为像这样的台湾精品去做改善。第二位 model 手上拿的呢，是我们一系列的卫浴相关镜材。你有发现吗？以前可能就是钉个钉子挂个毛巾。甚至有配合家中的装潢，可以做到中国风，可以做。